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有没有认识这种鱼的啊？这是海里面的一种蛇类，叫海鳗蛇啊。这个味道是特别好吃的啊。这样，老铁，如果你手机还有10%电的话，请给双击加关注。咱们马上。Hello， 老铁们好，皮皮虾，我们走，带你找一个男朋友，吃炸鸡，喝啤酒，还要一起拉拉手啊！皮皮虾是我们家里比较好吃的一种海鲜啊，也特别特别聪明。有喜欢户外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双击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你看这呆萌的小眼神啊，像不像奋斗的小鸟啊？这河豚啊，气性特别大，体内有剧毒啊，不是专业人员还不敢吃的。进都进来了，给双击再走呗。路过的帅哥美女，双击加关注，每天看我活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一条怀有身孕的松江鲈鱼，已经产下小宝宝了啊，咱们把它放生了。这是我在岛上发现的啊，嘿嘿。这样老铁，如果在你手机不卡屏的情况下，给个双击加关注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在这个有水的沙滩上，我发现了一个成年的沙蚕啊，躺起来不想出来，我们这边又叫它性虫啊。嘿嘿嘿嘿，有老铁一进来就给你双击了啊，有老铁你怎么要都不会给，就不给就不给就不给就对了。